嗯，拿来吧，我好好看书学习，都玩手机。猪爸爸太过分了，我不理你了。宝宝，该吃饭了。宝宝，该吃饭了。是不是我对女儿太过严格了？学习也是应该劳逸结合的。都怪我太冲动了，我这次就把子涵的手机找回来。找到了。对不起宝宝，爸爸不应该抢你的手机，学习本来就应该劳逸结合。子涵，你别吓唬爸爸。我已经发现了学习的真谛，爸爸，你说的对，玩手机只会虚度光阴，我要去更广阔的宇宙去探索和学习啦。